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看课本啊，92页啊，来看这个底下啊，是因为这个经文啊，那么开始提出一些问题啊。那前面都是在解释这个经文的啊，那比如说啊，这个解释这个三有啊，解释这个因为近诸有节啊，解释这个近诸有节。啊，那举出啊，这个说，这个阿罗汉结识一段啊，那么三有必当尽啊，有结尽，然后解释这个政治得解脱啊，其实解脱需要依靠啊，政治就是智慧啊，那么才能得解脱的啊，其他的没有智慧是不能得解脱的。然后接着就问，诸阿罗汉何故常在佛身边而不在其他地方度众生呢？啊，因为这里啊，这个经文说啊，这个有这么多阿罗汉啊，那就回到啊，最初就是前面啊，那么有非常多的阿罗汉啊，就是佛啊讲这个经的时候，有那么多阿罗汉啊，就是摩诃比丘身啊，那么有多少？有多少？5000啊，那讲这一些，那为什么他们不去度众生？那么都已经证阿罗汉了，还在佛身边做什么呢？好，诸阿罗汉所做一半，更不求尽，就是他已经到究竟了，他无学了，也不用再学了。那你既然都已经究竟，要做的都做了，你还在佛身边干什么？你应该去度众生了啊！其实是这样，所以何故常在佛边，更不求尽，就是他不需要再修了啊，所做一半了啊。那么你在佛身边，是因为你不懂。啊，你还要学啊，那所以佛可以教你，你现在都已经得度了，那怎么还在佛身边啊？不去其他地方度众生啊？问这个。那其实啊，佛也叫这个阿罗汉去度众生的。佛最初度啊五比丘啊，然后度耶舍55个人啊，然后度迦旃延、娑毗耶跟富罗那。那么度完这些就已经有63个阿罗汉，那么佛就告诉他们，一个人走一条路去度众生，不要两个人走一条路。那么佛自己去度3迦舍啊，那么也是去度众生的啊，并不是啊没有度众生。那么这里是在解释啊，说那为什么这么多阿罗汉聚在佛身边做什么啊？那么在解释说这个佛身边有这么多阿罗汉啊的用意跟作用是什么？好，那其实很多阿罗汉也是分化各地去度众生的啊。好，那我们来看啊，他说第一个啊，这个是龙树的回答啊。我们要知道大智论里面龙树的回答，第一个有的是他自己这样认为，有些是他看了很多经典，那么一个个经论有说的啊，他把那些啊这个解释也提出来。啊，那是这样子的。好，那么有一些是他综合所有的看法，那么他替自己也提出他自己的看法啊。那这个我们看大智度论啊，那他经常都是这样的，就是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好，那现在来看，第一个就是因为佛恩啊众故，阿罗汉常在佛边恭敬供养啊。好，一切十方众生虽尽因供养佛，阿罗汉受恩众故，就是说在佛身边，其实啊，就是啊，那么因为佛对阿罗汉的恩特重，就是说佛对一切众生都有恩啊，但是对阿罗汉的恩最重。为什么？因为他受益最大，他已经证阿罗汉了，他已经出生死了，其他的众生还不一定出生死。阿罗汉因为佛的原因灭一切苦啊，那么已经出生死，所以啊，
从这个来讲，阿罗汉受到佛的恩惠啊，恩泽最大啊。那为了报佛恩啊，所以啊，那么应加倍的供养。那我们会看到很多阿罗汉，他有一些要先佛入涅槃，有一些要等佛入涅槃，他才入涅槃。那这两种原因都是为了报佛恩啊，两种原因都是为了报，因为佛还没入涅槃，他不先入涅槃。一个就是因为知道佛要入涅槃，不忍见佛入涅槃，先入涅槃。那你会在阿含经里面看到这两种阿罗汉，那这两种阿罗汉都是为了报佛恩。那包括你说佛叫他不要入涅槃，那阿罗汉如果想入涅槃，自己就入涅槃了比如说宾陀鲁婆罗多，那佛让他不要入涅槃，那么在留在人间为众生做福田，那么他也听佛的话那么就不入涅槃，那留在人间为众生做福田。那么你会发现到，其实很多阿罗汉他都非常的恭敬佛，即使他自己已经所做一半了，但是对佛的教戒，对佛的一个吩咐，他也是比一般的人更恭敬。那么佛也呵责舍利弗，也呵责目犍连也呵责难陀，也呵责阿难，但这一些很多都是阿罗汉受到佛的呵责，那么也是佛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佛说这个不对，这个不好，这个不可以，他马上就遵守佛的命令了。舍利弗，佛让他罚站他就罚站，站多久就站多久那马上都跟佛说那么我知道我下次就不再这样做了。所以这些阿罗汉其实他本身都是众生的福田但是基本上都存在非常强大的感恩心所以为了报佛恩，有一些就选择留在佛身边庄严佛陀因为佛身边有这么多的大阿罗汉。那如果在菩萨道里面来讲，他也有两类，一类就跟在佛身边，佛到哪里他就在哪里就常随佛学，一种是这样，一种就是依着佛要度众生的心念，哪里没有众生他就去哪里宣扬佛法，用这样来报佛恩那这个也是所以基本上不管有没有在佛身边比如说像这个富罗那迦旃延那么这个证阿罗汉富罗那去到苏卢那国弘法，迦旃延去阿盘提国弘法，那么都是为了报佛恩。若不，所以华严经讲，若不弘法度众生，决定不能报佛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其实那另外一种就是留在佛身边，那么因为佛一个人那他并不是需要这些人来显耀自己，不是，这些人本身觉得，这些阿罗汉本身觉得我受佛的恩情那么我留在佛身边，那么以报佛恩，也有这样子的那这个是我们要知道，不管有没有在佛身边，这阿罗汉都是要报佛恩的，包括大迦叶，大迦叶之所以要结集经典，也是为了要报佛恩，也是为了要报佛恩的。他会觉得佛成佛了，说法，那么多生累劫三大阿支经典的修行，那么把这个佛法告诉大家了，那么后来的众生不知道了，那么越来把佛法，法说非法，非法说法了所以他决定要报佛恩，所以结集经典，让正法可以久住世间，用这个来报佛恩其实这个也是菩萨道里面一个很明显的道理所以才会说这个让法轮常转正法久住那么以报佛恩，所以才会讲叫做贺丹如来迦叶这个是
我们说啊，这个大圣里面啊，那么一个很鲜明的一个报佛恩的概念。那么报佛恩，报众生恩啊，所以有所谓的上报四重恩啊，下济三途苦。好，那现在来讲啊，他说，所以者何？是阿罗汉从佛得成，就是他之所以能证阿罗汉，是因为佛的原因，叫做声闻嘛，闻佛的教法，那么学佛，随佛修行，那么得到解脱。那么这个解脱啊，他就是从此以后，他不再有苦，灭一切苦，不再有生死，所以他受无量的功德，知解死断，信心转多啊，是故诸大德阿罗汉，佛边受功德若乐位啊，就是啊，那么得到啊这个所谓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五分法身，得到这个解脱位啊，佛跟弟子同一解脱位，同坐解脱床啊，同一解脱位，所以。恭敬供养报佛恩故，在佛旁边住，围绕着佛陀显耀佛陀，那么显耀正法啊，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啊，那因为我们会发现到佛入涅槃之后，那么很多知道佛要入涅槃，不忍先佛入，不忍看佛入涅槃，都先佛入涅槃。那么有一些是佛没有入涅槃，他先不入涅槃。啊，那么，所以他也是啊，要等佛入涅槃，他才入涅槃。那个也是不忍啊，不忍佛还在啊，那么自己先入涅槃啊，所以要等佛入涅槃，他才入涅槃。那最有名的交换波提就是这样啊。那么迦叶虽然要他结集经典，但是他之所以一直没有入涅槃，就是因为佛还在，佛还在，所以他不入涅槃。那佛都入涅槃了，那我也要入涅槃了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到，其实这些阿罗汉啊，都非常的尊敬佛，异常的尊敬啊，所以都是为了报佛恩。好，那这个是第一个，为了报佛恩，所以在佛身边。那有一些是为了报佛恩去度众生啊，也有的，也有的啊，就像最初的耶舍五十五个比丘、五比丘啊，都是为了报佛恩在身边。但是像舍利佛、目犍连就选择在佛身边，替佛处理内外的大大小小事物，其实是这样的啊。那像阿难也是一样啊，那为了报佛恩，不证阿罗汉啊，那么先证出国就好。他可以证阿罗汉，他不证，为什么？证了阿罗汉，佛不用阿罗汉做侍者，证了阿罗汉就没有人照顾佛了。那因为佛以前有很多。啊，那么是凡夫，或是这些初学的，或是出国的，后来证了阿罗汉，佛再不用他证他，不用他做侍者了。包括舍利佛也曾经做过佛的侍者，啊，那么佛之前啊换过很多侍者，那阿难也知道，所以他为了报佛恩，他也不证阿罗汉，啊，那么阿罗汉的就不先入涅槃，啊，或者先入涅槃都有啊，那基本上这是。并不是说啊，那并不是说那这个去外面弘法的，那就不是报佛恩了 啊在佛身边的才是，不是，不是啊。那么也不是说啊，在佛身边的就不报佛恩，去弘法的才是报佛恩，都不是。那么不管他在佛身边，以后者他留在佛身边，以及他没有留在佛身边，他都是为了报佛恩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就是去外面弘扬正法。舍利佛、目犍连就是因为五比丘中的马胜比丘听佛的话啊，那一个人他到处去众生遇到舍利佛，那么再把舍利佛、目犍连引进来啊，引进来在这个佛身边的，佛身边的比丘大部分都是出去弘法的，只有常随众基本上就是三迦叶的一千人，舍利佛、目犍连的250人，其他大部分都在外在的外面的啊。那所以啊，那么这一些人显耀佛的庄严，那么佛本身就有庄严了啊，那么其实也不需要啊，但是这些更显耀，后面会讲到这个啊。好，这第二个啊，
第二个就是显出佛的尊贵庄严的。好，诸阿罗汉围绕佛故，佛得一尊啊。那如梵天人绕梵天王啊。那三十三天绕四体环音，三十三天是倒立天啊，欲界第二天。那么中间是四体环音，旁边各有八天。那旁边四方啊，四方啊，东西南北四方各有八天，那总共是三十二天，再加上中间的四体环音倒立天王啊，就三十三天啊。那诸鬼神绕毗沙门王，毗沙门王旁边都是八大鬼神众啊，夜叉众。毗沙门王旁边的天将天兵都是八大夜叉啊，都是夜叉众了啊。那所以啊，他说诸鬼神啊，这个鬼神他并不是鬼道的啊，他是介于鬼道跟天道之间的，他叫做夜叉啊。但是他是属于四天王的，四王天的。那四天王里面啊，东西南北都有啊。那诸小王绕转轮圣王，转轮圣王是世界的王。那么世界如果有啊一百个国家，那一百个国王啊，那其实是这样的。好，那如病人病愈往大医边啊，这个病人病好了，那么在那么大医王旁边啊，那么做啊服侍的侍者啊，帮忙处理啊这些药材啦，买药材啦啊，那么照顾病人啦 啊种种这些事。如是诸阿罗汉住在佛边，诸阿罗汉围绕供养故，佛得一尊啊。那么显示啊佛的殊胜，彰显佛的功德啊。那所以才会在佛身边，这是第二个啊。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看见啊，《杂含八七二经》啊，《杂含八七二经》讲到。啊，就顺带说，啊，那这个在后面啊，讲到旃檀莲啊，那这里的时候也可以用啊。那杂含八七二经，他说有一天晚上下小雨，啊，那么可能啊，这些基本上当时都在佛身边，啊，有可能啊，那么他们可能是要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啊，那傍晚啊下小雨啊，那阿难。就持伞，伞盖，啊，伞盖就是遮雨的，啊，那有时候遮太阳的，啊，那护灯，啊，拿着灯，啊，就是拿着伞盖，拿着灯，啊，因为晚上了嘛，看不见，啊，随在佛后面走，啊，那走啦，佛就开始微笑了，啊，那阿难就问佛，那这个佛微笑一定有因缘，佛是为什么要微笑啊？那佛就说。阿难，就好像你持伞盖、护灯，随着我后面走，你知道吗？现在梵天王持伞盖、护灯，随着乔成儒后面走，惊醒了。因为惊醒有两种啊，一种就是他纯粹就是禅修的一种啊，就是愿作惊醒；一种就是他要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他也是像惊醒这样慢慢走啊，走过去啊。那也有可能那个时候啊是。在惊醒用功，也有可能是要从一个地方移动到一个地方啊，那我们不知道，但是就是啊，随佛后行啊，就是也说在惊醒啊，或是随着佛后面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好，那梵天也随着乔成儒走，持伞盖啊，那这个四体王音持伞盖随着大迦摄走啊，那东方就四大天王，这是四大天王。那佛经里面常用的就是天模范啊，那么天里面最主要的四大天王啊，然后四体环音，然后梵天，基本上是这样啊。那这三个是常常跟佛法有联系的啊。那随着大迦摄走，那东方持果天王随着舍利佛走，南方增长天王随着目犍连走，就是这些大德后面都有一个天王护持他的啊。其实人修善业都有善神护持，真的，你也不用担心。啊，真的啊！那这个西方广目天王随着居迟罗大居迟罗走啊，那么北方毗沙门天王随着摩诃揭宾那走，揭宾那是心秀第一，观心秀第一的啊。那么这些啊，基本上
就是说，就像阿难提着灯随着佛走一样。那么这些天王都各啊，从梵天到立天到四大天王，都各啊负拿着伞盖啊，持着灯随着啊，就是在那个时候都随着这一些大阿罗汉走啊。那基本上啊，就是围绕着他，就是依着他了啊。那像梵天下来，也不会只有梵天下来啊，他还会有这些小众啊。那其实这个都是显示这一些阿罗汉的尊贵啊，是这样子的。好，那再看啊，他说：“若诸阿罗汉所作已半，待得己利啊，那么已经得到啊究竟了啊，最大的利益了，不需听法啊，他不用再听了啊。其实阿罗汉虽然已经得到究竟，但是他们做的其实是一样。第一个，他们也常常听法；第二个，他们常常论法，就是阿罗汉跟阿罗汉彼此之间会论法。你看《阿含经》里面，《杂阿含》里面就这样。你看摩诃居迟楼跟舍利佛两个都是阿罗汉，那摩诃居迟楼就问舍利佛啊，那么这个是这个演戏色还是色戏眼啊？那这个舍利佛就跟他说：非演戏色，非色戏眼。啊，中间欲贪是其所性，那这其实是两个人在论法，啊，那这种情形在这个阿含经里面也可以看得到，啊，所以这些阿罗汉都所作一半了，但是他们仍然过着像以前还没证阿罗汉以前，常常听法，常常禅修，像佛就好了，佛本身已经圆满究竟了，但是他依然是一直打坐，做到啊早上起来打坐，然后说法，然后去托钵，然后打坐，他都已经证阿罗汉，打坐做什么？一样啊，现法乐住啊，啊，那像佛已经圆满成就了，那阿难在旁边，就佛休息的时候，他就起来念七觉支，念到精进觉支的时候，佛马上站起来。阿难，你刚才说精进觉知吗？是的，世尊。他马上是的，要精进觉知，他马上又起来打坐了。那佛去寻疗房的时候，听到有一个比丘眼睛瞎掉啊，要穿针找不到人穿针，他就说有没有人要修福报来帮我穿针？佛听到了，马上说我要修福报，我来帮你穿针。他都福慧具足了，他也要修啊。所以你要知道哦，这些阿罗汉虽然都所作一半。啊，但是他们不废本行啊，这个大家是陀陀行第一，他因为陀陀行，他的功德殊胜，他后来证阿罗汉，他依然是陀陀行。那么陀陀行为了抖擞身心，为了要增强心力，是为了要怎么样啊？为了要对治烦恼。他现在烦恼都断尽了，他也不废陀陀行。他修禅定是为了要从因。让心有真上力，那么用重定发慧，这些阿罗汉都已经证阿罗汉了，但是他也不废这个本行，所以他还是怎么？他还是每天禅修，每天精进，他依然这样啊。所以我们会发现，即使阿罗汉佛法都懂了，这个是就是他已经我们学佛。我们学习这些法是为了断烦恼，但是他烦恼已经断了，照理讲不应该再学了，不是，他依然乐于学习。那这个我们在阿含经里面都可以看得到这些东西啊，他依然是精行愿作，反而是那一些还没得到的啊，那么没有那么用功，那些阿罗汉依然是如此用功，依然是离五欲清净的，因为本来就清净，但是你看他的行为依然是非常用功的啊，像佛就这样啊，所以那个穿针的比丘说，佛，那世尊你福报都已经圆满了，你还要修福报？是，福报圆满也要修福报啊，那这个智慧已经成熟了，还是要修禅定啊，其实他也是现法乐住了啊，那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啊，所以他这里讲，那么但是他这里说到阿罗汉所作一半，
戴德吉利就不需在听法，其实不是，他也在听法，而且不但听法，而且还常常在论法。你会看到《阿含经》里面阿罗汉跟阿罗汉彼此在论法啊。那何以故说般若波罗蜜时共五千阿罗汉？意思是说，那这些阿罗汉般若是为了要有断烦恼的智慧，证无生的智慧，叫做尽智无生智嘛，或者叫做法住智、涅槃智嘛。好，那么你般若是要告诉你啊，那么断烦恼的这个方法啊，以及这个修行的这样的宗旨跟理念、次第跟方法，那么你已经证无生了，那你还要听做什么啊？那他这里共五千人啊，他说总共有五千阿罗汉，他这里有啊，怎么这么多的阿罗汉听？啊，另外一个就是，那怎么才这么少啊？那就是他会就这个经的问题，从种种的方面来说了。好，那先来看，那底下这里的引用有一点点复杂啊。那我们慢慢来看啊。第一个啊，那么诸阿罗汉虽所作已半，佛亦与甚深智慧法去示，就是说这些阿罗汉虽然都所作已半。但同样是阿罗汉，那么智慧深浅也有差哦。所以佛有不共法，佛跟佛都是圆满的，但阿罗汉彼此都是就近，所作已半，但是也有三明六通，也有没有神通的，有会解脱，有具解脱。那么具解脱里面会解脱里面也有分啊，像舍利佛智慧第一，那不是都就近了吗？那为什么舍利弗是智慧第一？那表示智慧有深浅嘛，智慧有深浅。那么阿含经里面啊，或是大，尤特别是大圣经，大圣经里面用来比喻声闻跟佛的智慧啊，一个啊就是毛孔空跟太虚空，一个就是萤火的光跟太阳的光，一个就是牛积水跟大海水。那么用这样来比喻，那表示其实声闻的智慧还有限有量，佛的智慧才无限无量。所以他有时候会要试验这个声闻的智慧的深浅。那舍利弗是智慧第一的，好，所以佛问舍利弗，如婆罗言经啊，一般讲婆罗言那。婆罗言那就是彼岸道，彼岸道的意思。那么这个在经籍里面，经籍是啊公认最早的，最早啊那个佛所说的，确定这些都是佛的最早的佛法。阿耆陀，阿耆陀就是阿逸多啊，阿耆陀就是阿逸多啊，那其实就是经籍彼岸道品阿逸多所问啊，有十六个王子嘛。阿逸多是其中一个，弥勒是其中一个啊。那么阿耆陀难中记，难就是问啊，叫做难问啊。啊，其实说阿耆陀这有十六个王子啊，童子，那么去问佛，那其中一个是阿逸多啊，这个小孩啊，那么去问佛，所以叫做难中，难就是问啊。如果翻译的话，是翻译阿逸多所问。那前面也有，前面有很多是引这个经籍的，前面有很多都引那个经籍啊。我们再看哪里啊？大概有，应该有两三处都引过这个经籍啊。我们看一下，先看一下前面有没有赢的，我要找一下。一张一张找，找不到。啊，这是，阿逸多所问。
第一集。这样子记。好，我们说我们看到三十一页，三十一页他也引阿他婆奇经魔见体难记，这个也是引经籍的，魔见体问经，那这个也是，这个也是引经籍的，还有，还有，我记得还有，那么就是它里面其实有很多，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其实有很多都是引经籍的，包括那个后面等一下会讲，这个孔雀虽有色颜身，那么在家虽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德胜，这个其实这也是经籍的，这个也是经籍的，就是说这个经籍在当时是也是很流行的，而且这个应该是在佛还没入灭前就已经，经籍是佛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结集的，就已经是结集的，那这个我们要知道，好，我们就翻回来看，我记得还有了，但是我们就不要，大概知道就可以了，前面其实还有，我记得还有，都有引过这个经籍的说法。好，那他这里那这里有一点点复杂，所以我引了很多相关的东西，我们先来看，他问舍利弗，他说种种诸学人及诸术法人，那么世人所行法愿为如实说。好，我们先来看这个记，这个记它底下有解释，学人术法人，那它上面，看注解107，它基本上它是说，诸多有学，有他说有责法者就是术法人，以及有学，那术法人基本上就是无学，等一下我们再来讲，为什么术法人是无学，他基本上意思就是，那么无学跟有学的，就佛弟子里面圣者里面有分无学跟有学，那么你可不可以跟我说他们的差别，心行的差别在哪里，那其实是这样，那这个是佛问舍利弗的，就是说，那舍利弗，你能不能说一说无学，那像你这么有智慧，你能不能说一说无学跟有学的差别在哪里，类似像这样，那好，所以他底下，看他109，那么杂含底下，他杂含就有演这个波罗延那阿逸多所问，他写的是若得诸法术，若复种种学，具微以及行，为我分别说。他有引用整个杂含，那我们可以对照看，那另外还有，我们就把他所有相关的东西都拿来看，那么先看这个，这个经籍里面他是这么说，无学，这是翻译的，翻译的。那么经籍有两种，一种就是他照这个记来翻译，一种就是用白话翻译，像我拿了这一本，它基本上就是白话的，白话版的，像这种，白话版的翻译，但是也有寄送版的，那我们是用寄送的。好，他的翻译是无学则善法，有学勤道基，其实就是无学跟有学，所以他这里的无学用的是所谓师者，或是不是他用的是，他用的是这个，术法人，术法人，那么用的是无学，用的是术法人，那但是我们对照看，我们知道他实际就是说无学，那为什么术法是无学，那么他是所谓的以智慧那么来断烦恼的，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那我问彼智贤，尊者请教导，那这个其实是在经籍里面是这个阿逸多问佛的，
那这里是这里跟杂含里面有这个佛问舍利佛的啊，它是不一样。那么就是经籍里面是阿逸多问佛啊，那这里是佛问舍利佛。好，就是说杂含里面是佛问舍利佛的，那它就叫波罗耶那。波罗耶那就是彼岸道品，就是彼岸道品啊。那杂含是这个啊，那它底下有引用啊，就我们对照看。那这个是经籍里面的啊，经籍里面的说法，这个是杂含的说法啊。那么杂含是求那跋陀罗翻的，这个大智度论是鸠摩罗什翻的啊。那么瑜伽师地论啊，瑜伽师论后面都有解释杂含经。那么瑜伽师地论里面他是这样，他说若诸善说法即有学异类啊。那这个善说法其实啊，我们看啊，他说善说法其实是请佛了啊。那么彼常委能去啊，那这个常委，你看常委就是常有所作及委希所作，那么完全明白啊，这个其实就是他已经证得啊，已经证得了啊，完全明白他所做的啊，所做一半了啦啊，那基本上就是无学，请大仙位说啊。那么这个是瑜伽师地论的。那中阿含至今，中阿含至今也有类似像这样问题，就是佛问舍利佛，舍利佛三次都不能回答啊。讲到这件事，这个是杂阿含，杂阿含及中阿含有讲到这件事。那么如果是经籍里面，它其实是阿逸多啊，阿逸多问，阿逸多问啊，阿逸多问佛的，这个是经籍里面是阿逸多问佛。那经籍里面的阿逸多跟弥勒是两个人啊，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个是阿逸多问佛。那么中阿含的智经里面也讲到这件事，云何自证说得智身已尽啊？那么这个其实就是阿罗汉。好，那么得智身已尽，身已尽是阿罗汉，得智基本上是有学，有学无学。那后面会讲，那也提到说佛三次问舍利佛，舍利佛都没有回答啊。之后舍利佛才弄清楚佛是要问什么啊。那一开始舍利佛就有讲，我之所以佛问我三次都不能回答，我是没有确定佛问的是什么啊。后来佛走了之后啊，这杂含里面也有说啊，他说后来佛走了之后，我确定了，因为佛后来有给他一个提示啊，那么叫做发异端啊。等一下我们来看，那他确定佛所要问的，那么他才开始啊讲回答佛的问题啊。这里是这样啊，不然我们看这个会看不懂他在写什么。好，所以他这里说，因为他要试阿罗汉的智慧，这舍利佛是智慧第一，那么他要啊，那显现出舍利佛的智慧啊，要试舍利佛的智慧啊。所以是他说，因为这个前面是佛问舍利佛的啊，如波罗言阿奇陀难中记啊，这个是应该是啊，他引用啊，引用啊。那但是这个应该是后来的，因为佛问舍利佛啊，那也有可能因为波罗言这个经籍里面是佛在世的时候就已经结集了。佛在世的时候所结集的经典，一个是法句经，一个就是经籍。佛在世的时候就有结集了，就有传送了。那佛灭后再结集的，佛灭后再结集的是阿含杂阿含经啊，其实是这样。这应该说阿含经了，因为中阿含、真义阿含、长阿含很多是长阿含经分出去。好，所以他就问啊，那这里面啊，这个经记里面啊，那么什么是学人，什么是术法人？术法其实就是无学啊，那其实就在问有学跟无学他的心行啊有什么不同，内在跟外在那么有什么不一样啊。那舍利佛默然，三问三默啊，就佛问三次，舍利佛三次都没有回答。没有回答是因为他没确定佛在问什么。后来佛是一端，就是佛给他一个提示啊，佛是一端就是佛给他一个提示。那么有时候叫做佛作发喜问啊，就是给他一个提示，就跟舍利佛讲有生否。好，那这个有生啊，这个有生如果啊，有生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比较复杂一点点。好，其实就是这个有，因为爱取有，
那么有学跟无学最大的差别就是受后有及不受后有。有学还有后有啊，出果，有学是出果、二果、三果嘛，无学是四果嘛。它的最大差别其实就在受后有跟不受后有。那么即使是三果，还有一次生五不还天，还有后有。如果是二果，还有两次；如果是出果，有七次啊。那么所以差别最主要是烦恼有没有断尽，内在的烦恼有没有断尽。那么往这一生生命结束之后有没有下一生，其实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这里在讲有生否，这个是佛的提示啊。如果这个有生啊，那基本上啊，有时候讲已生啊，那就是他的翻译不一样啊，就已生。那这个像杂含啊，或是像瑜伽师地论啊，有时候翻真实啊。那像刚才我们用这一些啊，就是说它里面啊的翻译不太一样啊，已生、真实、实有啊。那像后面的术法啊，那么比如说术法，这个术基本上就是术论的术。那这个术，它有主要术论的术，基本上就是智慧的意思。那这个术有三个，也是有三个说法啊。一个就是啊，所谓的师则啊，思索研究跟审责。思索，那有时候我们讲思者，思索啊，研究啊，它有三个意思了啊，审责啊。那有时候我们讲思者，那这个责啊，叫做责灭非责灭。好，所以那这个术论其实就是智慧的了啊，智慧啊。那叫做术，那么所以这个有时候术就叫做智慧术，智慧术由这个产生智慧，智慧术啊，基本上是这样啊。那所以有时候叫速度诸法啊，那这个术法里面啊，像南传的，他基本上他是这么说：以体悟法者啊，巴利文的以体悟法者啊。但是这里的术法啊，我们对照来看，其实就是无学啊，以完全体悟啊真理的人啊。如果以瑜伽师地来讲，诸善说法。以瑜伽论，瑜伽解释杂含的瑜伽师地论啊，那么他是说啊，这个诸善说法啊，他是写这个啊，诸善说法，但是也有可能是这个啊，比常委啊能去啊，也有可能是这个比常委能去了啊。但是如果他因为讲无学有学啊，这些不同的类啊，那或者比常委人去啊，或有所作或完全明白所作啊，这个其实是有学无学的差别啊啊。那常诸善说法啊，有可能是这样了啊。那杂含经是得诸法术，杂含啊，这是我们对照看的啊，然后交叉来看啊。那么是得诸法术啊，诸善说法得诸法术。得到诸法的智慧啊，这个术就是这个智慧术啊，得诸法术啊，那这个叫做术法。那这个好，
那后面就我们就来看这个哈、啊，所以佛是一端，佛立佛，舍利佛，佛问他三次，舍利佛都不回答，啊，后来啊，佛是一端，就是佛提示他啊，舍利佛有身佛啊，那么就是其实就是有学跟无学的差别啊，那么就是如果难传的他就翻译，那这是以身者，就是有身，就是。其实我们知道有学跟无学的差别，内在的烦恼有没有断尽，那么外在生命有没有在轮回啊，就是不受后有还是还有后有，所以这个有还有没有，有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啊，那么如果我们从这里来看啊，那么就是啊，这个有生也可以这么说，有这个有还会再先升起，依这个有，因为缘起它是这样，爱取有，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啊，缘起它是这样，爱，这个烦恼没有断尽，啊，爱取这个是烦恼没有断尽，啊，相续，所以就有有，有就有三有，三界六道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啊，那如果是三果啊，没有欲有，如果是出果二果还有欲有，啊，就欲界的，那么有就有生，生就有死。啊，生死之间就有苦，这个是缘起的，所以有生啊，就是有出现啊。那么或是说有没有这个生啊，有没有会在下一次的生命的出现啊？那所以他这里讲啊，有生否啊？那么舍利弗回答，因为佛就提示有学跟无学的差别。啊，其实就是受后有跟不受后有，啊，所以他说有生，有生者什么叫做有生？欲为灭有为法身故，名学忍。好，他就开始知道了哦，佛的意思是这样。好，那因为他重点在说学忍，就是有学跟无学的差别在哪里？有学跟无学，学跟有学跟有学有无学都是有智慧啊，但是都是有。体悟真理的智慧都是圣者，它是差别在哪里？有学灭有为生法故，就是有学还要再学，他的智慧是要他要没有完全具足这个智慧，所以他还要再增长智慧来灭除他的烦恼啊。所以他说欲灭有为生法故，名学忍。以智慧得无生法故，就不再生了，他已经把欲有色有无色有的欲界色界无色界的烦恼都断尽了，断尽了三界的烦恼，所以不会再受生三界，所以已经以智慧就是数、啊、那么数度诸啊，就是智慧，就是他已经以智慧、啊、得无生法、啊、智慧得无生法有时候叫涅槃智啊，有时候就是断尽烦恼的智啊，阿毗达摩叫做尽智，尽一切烦恼的智慧。那么以尽一切烦恼得证涅槃，那么叫做无生智啊。那如果依佛法来讲啊，知道了一个真理叫做法住智啊，如实知因果，如实知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有，如实知缘起的真理的那个叫做法住智。啊，那么以这个智慧进一步灭一切烦恼，那么这个叫做涅槃智，啊，那这个是佛法里面的说法。所以以智慧得无生法故，名数法忍，啊，那中阿含至今就是他有说有意可略答，但是世尊问舍利佛不能答，就是讲到这个有，啊，可略答。就是问舍利弗，但是舍利弗不能回答啊。那舍利弗他说舍利弗不能答，后来舍利弗你看杂含啊，他后面引用的109这里引用的很多啊，那我们就不一一解释，但是啊，那个舍利弗后来有讲，当佛离开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说大智论讲这个是在示佛的舍利弗的智慧，可是舍利弗并他智慧低啊，他其实没有确定，他不是不知道，
他怎么可能这个他不知道呢？但是他说我还没有确定。当佛走的时候，佛离开的时候，啊，那舍利佛就跟，因为当场还有很多比丘，他就跟这些比丘讲，我刚才之所以佛三问没有三次我都不能回答，并不是我不知道，我还没有确定佛的问题到底是说指向什么，到底是在问什么，我还没有确定。后来佛给我提示，我就知道了。那么当我知道的时候，我可以七天七夜来说这个东西，我都不会有任何的迟滞啊，不会有啊。所以这个是后面啊说到啊这个地方啊，这是我们把它稍微弄清楚。他是在问，因为他这里是在说啊，那么佛要用甚深的智慧来示阿罗汉。那因为这些阿罗汉都在身边，那么阿罗汉也是要弘法的人，可是他要就是他度众生，他有断烦恼的智慧，但不一定啊有那么完全具足像佛这样度众生的智慧啊。那佛想要知道啊，那么所以想要知道让这些阿罗汉都具有这样的智慧，所以这些阿罗汉会聚在佛身边，在跟佛学习度众生的智慧以及说法啊，那么分辨法义的智慧，像迦旃延啊，论义第一，他善于分别诸法义啊，像富罗那说法第一，善于说种种的法，所以每一个是不太一样的啊。那这里是在说明啊，欲以甚深智慧法示阿罗汉故，所以阿罗汉常在佛身边啊。好，我们先下课。
好，我们继续来看。所以他这里说到啊，那么继续看93页啊，他说：“于诸禅定，未得欲得，以得欲令坚深故，阿罗汉于佛边听法。”有一些阿罗汉也没有禅定啊，在会解脱的就没有禅定。他说：“若有若若无若，诸禅定未得者欲得，以得者欲令坚深故。”诸阿罗汉佛边听法啊，啊，这是第二个啊。然后第三个啊，这个为今世现前乐故啊，这现法乐住啊，现前乐。他说现前乐故啊，其实就是现法乐住了。如《难陀伽经》中说：“今以今世乐故听法。”那么他底下《难陀伽经》啊，底下注解那莫特的讲到833经啊，那底下有说啊，那么这个难陀伽是离居主的官员啊，就毗舍离那个地方啊。那么他在崇格讲堂听佛讲佛法之后，随从提醒他沐浴时间已经到了，他回答啊，外在的沐浴已经够多。我在世尊之处所做的内在沐浴心得满足。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经文里面说到他佛跟这个善调相师难陀啊，就是他的名字叫难陀啊，很多人都叫难陀啊。那么跟他讲，若成就四不坏见啊，就圣弟子如果成就四不坏见啊，佛法身戒啊，四不坏见啊，又叫做四不坏性啊。那若生天上，天上命中来生人间，就得十法具足啊，寿命好色啊，就是长得庄严了、啊。那名声好啊，那快乐自在，然后五欲满足，色身香味触啊。那么他来听法的时候，是因为他是比较有钱的人，他是有带侍者的啊，那从者啊，就是他的侍者啊，就跟随他一起来的人。啊，可能他们家里面，他们家的这些家丁或什么的啊，就提醒他，因为他来听法之后啊，他要去哪里啊？那洗澡啊，然后这个他的从者啊，跟随他的人啊，就是他的侍者，就是他是讲从者了啊，那 啊，就是他是讲从者啊，就是跟从的人啊，其实就是侍者啊，没关系，我们就照他的原文啊，从者啊，跟随他来的人。啊，其实就是他的，应该就是服侍他的人。他说时间已经到了啊，我们现在可以离开了啊。然后他就跟这个跟随他的这个侍者说啊，那么我现在不需要再去洗澡了啊，我现在已经从佛法中啊，那么洗净我的身心了啊，所以我啊，就是我今不需更人。不需人间，我今不需人间澡浴啊！我不要用世间那个洗澡了啊！我现在已经以法水洗涤掉我的心灵了，身心已经都清净了啊！所以圣妙法以致沐浴啊，那么得到从世尊所得到清净信要啊！如果照他引的啊，那么有可能是指这个今世乐故听法啊！所以我他已经啊从法里面得到殊胜快乐了。他还是啊在那边听法啊，他说他已经得到，但是他还在继续在听啊。他说我不需要去洗澡了，我就在这里听法。好，那么这个是为今世现前乐故听法，来说这些阿罗汉为什么要围绕在佛身边。第四个啊，那么阿罗汉在佛边听法，心无厌足啊。那阿罗汉在佛边听法，心无厌足，如毗卢提迦经。好。那这个毗卢提迦啊，就我们看啊，他中阿含毗卢提迦经底下也有解释啊。那基本上就是啊，相机喻经啊，基本上是相机喻经。中阿含有相机喻经，但是他这里的啊，他这里写错啊，就注解底下应该是卷36，就中阿含经卷36，范志品相机喻经。啊，他这里写卷26啊，这个应该是笔误啊，写错了啊，能把它改过来啊，不然你去卷26你找不到的
我就是去找卷二十六，根本就找不到啊。后来发现是在卷三十六。好，所以这个要给它改过来啊。那这个游方沙门啊，毗卢提迦，那这个毗卢提迦啊，在各个经典翻的不一样。大智论卷二十五啊，它也有翻毗卢底啊，它是写毗卢底大论意思啊。那方范语啊，毗卢跛迦啊，这意思是众所尊敬啊。那翻的不一样。那中阿含它是毗卢卑卢易学啊，毗卢易学啊，就是这个是我们稍微要知道啊，就是这其实指同一个人，同一个人啊。不过中阿含里面没有舍利佛啊，没有舍利佛啊，所以并不是舍利佛跟啊毗卢提迦说啊。好，那他说我法中听法无厌。啊，那这个啊，它有可能是出自这一经啊。好，那说法无厌主，这个其实或是听法无厌主，那么这个在阿含经里面也常常有啊，就是说法无厌主，听法无厌主啊，基本上是这样。好，那第五个。啊，第五个，那么第五个，他讲如佛大师啊，自一心从弟子边听法，不应难言啊，不应为难啊，就反问诘问阿罗汉所作一半，那何以听法？譬如宝石人得好时，由上更实啊。那云何饥渴人而言不应食？以是故，诸阿罗汉虽已所作一半，常在佛身边听法啊。那这个在卷十啊，我们这一本，我们看259页，259啊，它里面也有说到这个概念啊。那但是是讲菩萨的啊，259页好。你看259页上面那个诸佛平等啊，他讲啊，那么诸菩萨常欲见佛无厌足，听法无厌足啊，一样，这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也一样。这里是阿罗汉啊，那这里是讲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也是啊。第一个见他有三个无厌足啊，第一个见佛无厌足，第二个听法无厌足，第三个见诸菩萨身无厌足。啊，那诸菩萨于世间法皆以厌患，厌患世间法，但对于见佛听法、见佛闻法及见诸菩萨身三世心无厌足啊。那么所以啊，那么这里也讲到啊，这个阿罗汉不是这个菩萨啊，那么一样是听法无厌，所以后面有写啊，那么。这个声闻由上听法无厌足啊，声闻听法无厌足就是前面这里啊。那么，何况法性甚深菩萨，哈、啊啊，那这个我们对照来看就会更清楚啊。所以他这里是讲到佛这个菩萨为什么常常围绕在佛身边，啊、无生法忍的菩萨为什么还围绕在佛身边啊？那么声闻都听法无厌足了，何况是无生法忍菩萨？好啊，这个是我们对照看好。那翻回来。啊，放回来啊！那这个是讲啊，所以他说这个佛弟子啊，就说佛不要说声闻，佛有时候还在听声闻弟子说法啊，就声闻弟子说法，佛也在那边听啊，也无厌足啊。那么何况佛弟子听佛说法，怎么会有厌足呢？啊，那所以更应常在佛边闻法。好，第六个。啊，佛跟阿罗汉皆住善法解脱中，住法相应，眷属庄严。好，那么这里说到啊，这个他说如旃檀譬喻经啊，说有旃檀林依然为之，有依然林旃檀为之，有旃檀，旃檀以为丛林，有依然自相缭绕。好，那么这里他的注解我们看啊，那他说。这个《蓝摩陀》里面讲，佛汉译佛典中有一部旃檀树经啊，
那么意者不详啊，失意。但是此只是引用经文，不见盖注经。旃檀肃经不是在说这个，旃檀肃经是在说有一个肃神啊，那么帮助了一个人，结果这个人后来忘恩负义，那么引导国王去找到这个旃檀肃，把这旃檀肃砍了啊，讲这个。那么有没有这部经文呢？有啊，我们来看。那所以他底下的注解，我们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他底下的注解说啊，此处引指佛陀与阿罗汉的地位没有差别，他们所积集的善法如同森林中的旃檀树跟依兰树啊，并引用大庄严论经啊。其实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啊，就是他这样的理解并不对啊。那我们来看，就是说应该是这样啊，因为他没有看到这部经啊。如果他那个时候有西贝塔，应该就容易看得到了啊。那个时候没有，所以他翻的时候可能漏掉了。他确实有这一部经，这一部经叫做《五苦章句经》啊，叫做《五苦章句经》。它里面就讲到这个啊，所以我们看就知道，它不是这个意思。它不是说依然跟旃檀是一样的，显示佛跟阿罗汉不是。啊，依然是错目啊，那么不好的。当然，其他的经典里面，像《大庄严经》也来显示啊，比较高跟比较低的。好，我们先讲这个啊，《五苦章句经》。那么他先说一切众香啊，这是依然跟旃檀是两种目，一个是好目，一个是坏目，一个是香目，一个是错目。啊，一切众香莫过旃檀。啊，大家上网查也可以查得到啊。那么一切错目莫过依兰。啊，那旃檀跟依兰在佛典里面非常常用啊，非常常用，都拿来做比较。但是有时候是比较佛法跟外道，有时候是比较佛弟子之间啊。但是这里啊，我们等一下看他的文就知道了啊。那当然在对照这个大智论的文啊，那因为南摩德如果这样看的话，就变成旃檀染依然为之，依然领旃檀为之，变成佛跟阿罗汉，不是这样啊。那么只有第三个旃檀以为丛林，就是旃檀染有旃檀为之，这个才是佛跟佛弟子啊。那么他这里说到，那依然旃檀身有四倍啊，他说依然旃檀身有四倍，这众生啊。第一个啊，那么旃檀依然绕之啊，就是为之了。第一个啊，旃檀依然绕之，就是这个好的树木外面有不好的树木啊，旃檀依然绕之，就是它本身是好的，但是它的外围是不好的啊。那依然绕之就是围绕了啊，啊，就是这一部经。那么他是什么意思呢？啊，他是说，那么有家长者，直信为道，啊，有家长者就是有一个人啊，就是大户长者，啊，有一户人家，那么有一个大户长者，有一个长者了，啊，那么有户人家，有户长者，直信为道，正直啊，那么信三宝，啊，相信这个三宝。相信这个道啊，那妻子啊，室内不从其教，可是他的妻子室内就是他，除了他信佛之外，其他人不信啊，类似像这样啊，所以他是旃檀，信佛的是旃檀，不信的是依然啊，信外道的啊，这个是很常见啊，就是说这一类的有四种啊，有家长者直信为道。妻子室内，啊，他的妻，他的子，啊，他的家里面眷属啦，
其实这个是眷属，妻子室内啊，那么不从其教啊，并不听从他的教导啊，那就是他不跟着信啊，那这个我们很常见啊，啊，那世间很常见这个啊，信奉邪导见，持事鬼妖啊，奉邪导见啊，信外道，行外道，修外道啊，邪见颠倒的啊，邪见导见啊，持事鬼妖啊，那么都是供奉啊，祭祀那一些鬼神外道。就是这些不从教令啊，不听从这个长者跟他说的啊，这个佛法才是真实的啊。那么信邪导见啊，那不从教令，好，那这个是所谓的第一个啊，旃檀依然为之啊，就是他本身是信佛的，可是其他的人不信啊，都相信那些鬼神。好，那第二个，所以这个叫做旃檀，那依然为之啊。那第二个啊，第二个就是反过来啊，那么依然旃檀为之啊，依然旃檀为之啊，其实就是这个我们就容易理解了啊，依然啊，就是这个长者本身不信，可是他的妻子啊，这一些眷属却相信的。啊，就先生不信，太太信啊，那么这个他的子女相信啊，依然旃檀为之啊，其实就是有依然旃檀为之，有旃檀依然为之啊，绕之了 啊，其实是这样，旃檀绕之，绕就是围绕了啊，这大智论里面讲的围啊，那么一样啊，那就是反过来啊，这个有家长者信邪导见。信邪导信，信外道，妻子直信三尊，妻子啊啊，就妻子室内直信三尊啊，他的家的眷属啊，直信三尊，这信三宝啊，直信为道啊，就直信三尊，就是直信三宝了啊，但是他原文是写这样。就直信三宝啊，那不思八斋，不思为德啊，不思八斋啊，常常持斋清净啊，八关斋戒，不思八斋啊，不思为德啊，那依着佛法啊，经常布施，做功德。那长者呵之，不从其教。那么这个长者虽然呵责他们，那这里是长者教他们，那么他们不听。这个是长者呵之，就是你们不可以信，你们要信这个啊。那么不从其教，切必为之啊，不从其教。那自己私底下啊。不听从长者，因为长者没有智慧，没有道理啊。那么，所以他怎么样啊？他们自己私底下啊，他们去做这些事，切必为之啊。就是他们依然啊去说八关斋戒，去布施啊，然后信三宝啊，那么这个啊就不听从长者，因为长者没有道理。那这个叫做依然旃檀为之。那接下来啊，其实就是不好的他一样不好的，好的他一样好的，围在一起啊。那旃檀自为丛林啊啊，他这里是写围，那一样啊，围之绕之都一样啊。不过他的原文啊，前面写围，后面写绕啊。这第二个前面写绕，后面写围啊，那我们就看啊。那么这个啊，这个旃檀自为丛林
啊，其实就是这里讲的旃檀，旃檀为之啊，旃檀，旃檀啊，这内外都是旃檀啊，其实就是同行同愿 啊。那么大家都一样啊，是三宝的家庭啊，类似像这样啊。旃檀，旃檀，自为丛林，内为外为都是旃檀啊。那这个是啊，世家有家长者啊，一样啊，有家长者。那这个世家眷属皆随其教啊，就是佛化家庭啊啊。那这个用来比喻啊，佛的身边都是阿罗汉的啊，这些都是正信的正法者，就是阿罗汉是旃檀，佛也是旃檀啊，只是大旃檀小旃檀而已，并不是啊，并不是如果照这里讲的变成是啊，阿罗汉是依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依这本经来说啊，所以因为他没有看到这本经嘛啊，所以他会这样猜测。那其实不是啊。那么这个世家眷属啊，那么皆随其教，就是阿罗汉也都随着佛啊的教导而证阿罗汉啊。不相违逆啊，大家同行同愿 啊。那么那前面是啊，这个眷属违逆这个长者，那后面也是眷属违逆长者，但是前面长者是好的，后面长者是不好的啊，那其实是差别在这里而已。那这个我们人间也是大概也有这四类，也有这四类，佛教徒也有这四类啊。那么所以啊，直信三尊，心意合同啊，大家都是相信啊三宝的。那么心意合同啊，其实大家都合都一样啊，对三宝认识好。那依然第四个啊，依然自相围绕啊。依然是指不好的，其实就是指邪见的啊，自相围绕。啊，所以我们在底下要做注解啊，因为他底下这样的说法，他演大庄严经论，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大庄严经论，他确实也有把依然跟旃檀放在一起，但是他基本上都是在说啊，都是有时候是两个都是好的，没有错啊。但是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啊，就来看大庄严经的说法。那么依然自相围绕啊，他说有家长者，啊，信邪导见，啊，所以邪见颠倒的啊，基本上啊，那这个我发现这个邪导见不容易转啊，不容易转。那么有些是习惯性啊，那有些就是他不认为这样有过患啊。好，具行十二。那么持誓鬼妖啊，就是都是奉祀这些鬼神啊啊。鬼妖何门啊，一同欢喜啊。合门喷杀啊，一同欢喜，就是大家啊都是伤身害命啊，杀盗淫妄啊。那么也有啊，这个合门就是全家了啊。合门喷杀，喷杀只是其中的一个，杀盗淫妄其中一个啊。那么因为持誓嘛啊，持誓都是用杀生来祭祀啊。那么合门喷杀，一同欢喜，大家都很欢喜
啊，觉得这个做得好啊，这个杀生来祭天，天会赐给我们福报啊，一同欢喜。好，那我们看这个就可以明显，再来对照大智度论里面的，啊，有旃檀莲依然为之，啊，有依然莲旃檀为之，有旃檀旃檀以为从莲，有依然依然自相围绕。好，那么所以他举这个例子，佛住解脱法中，诸阿罗汉亦住解脱法中，很明显的是指这个，只有第二个才是。所以啊，不是，这第二个错了，第三个第三个啊，我看错了啊，第三个旃檀旃檀为之啊，这个是第二个，是第三个啊，只有第三个才是啊，旃檀旃檀为之啊。那所以佛住解脱法，那么这个阿罗汉亦住解脱，法法相应，眷属庄严，就是你内围跟外围的。佛是旃檀，外围的阿罗汉也是旃檀，阿罗汉因为都是解脱法啊，都是正法啊，只有这个才是。那么如果依照他底下的解释，就变成啊，这一些不管是旃檀是依然啊，这个依然是阿罗汉，那么旃檀是佛啊，不对啊，不对啊。那基本上，所以这里是指啊，因为龙树也没有特别说啊，他只是引这个旃檀譬喻经。那旃檀譬喻经，这里五谷章句经就是旃檀譬喻经，它就是旃檀譬喻经。啊，里面很长啊，里面很长啊，在讲五谷的啊，但是他这里就是以这个旃檀譬喻啊，所以啊，指的是这个。指的是这个啊，那这个所以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啊，所以这个法法相应，眷属庄严啊，眷属这个外围的是眷属啊，那像这个有家长者啊，这个如果是佛啊，那么当然啊，这个是指世间的人了 啊，这个是内围啊，这个是外围，外围啊，七十室内啊，那这个旃檀依然依然旃檀旃檀旃檀依然依然。啊，自相围绕。好，那这个是我们说的啊，佛以大众围绕，如须弥山王；十宝山围绕，如百香向我，百香向围绕啊。你看他底下也解释啊，啊，这个须弥山王有十宝山围绕，百香向王有百香向围绕，狮子王有狮子众围绕，佛也是如是啊。那么诸弟子。阿罗汉也是福田，世间福田，那么围绕佛的这个无上福田，所以是旃檀旃檀自为丛林，其实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些常随众基本上就形成一个福田的这个森林啊，丛林了、啊。好，那么这个像大庄严经论里面啊，好，那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擦掉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他引用的大庄严经论，他也有啊，也有这个依然跟旃檀的比喻啊，但是跟这个不一样啊，所以他的这种说法啊，就是我们稍微改一下。好，那么他里面是这样说的啊，比如说大庄严经论，大庄严经论引了很多类似像依然跟旃檀的比喻啊，那么。好，比举个例来讲啊，大庄严经论卷七。他说啊，那么若身上足有德行者，应当供养啊啊，上足啊，就是婆罗门啊、刹帝利啊这些比较好的种姓的啊，那么有德行，他是上足，而且有德行啊，他告诉这一些居士了啊，那么。应当供养啊，他那这些有德行的人，那么应当要供养他。哎，他是福田嘛，啊，那
若生下贱种，有德行者，但是他不是婆罗门刹帝利，他是首陀罗，但是他也有德行啊。若生下族啊，就比较低下的种族啦，啊啊，他叫做下贱种了啊，下贱种。若生下贱种，其实就下族了啊，但是他写下贱种，这种就是种姓啊，啊，高贵种姓的跟比较卑贱种姓的。有德行者，一样是有德行者，也应当供养。其实是这样的，亦应供养，亦应供养，啊，也是应该要供养，啊，因为你供养是供养他的德行，啊，因为他有德行嘛。但即使他的种性不好，但是他依然高贵啊。因为真正的高贵，真正的高贵不是看他的出身，是看他的德行。啊，所以他说诸有智者应当供养有德之人，啊，那么这个是一样的，我们就不写诸有智者，有智慧的人应当供养有德之人，看他有没有德行，不是看他的种性高不高贵。种性有别，德行无异啊！讲这个，那么犹如依然即旃檀木，这里就举到依然，举那个依然即旃檀木，犹如依然即旃檀木。但是啊，他你后面有说。啊，犹如依然即旃檀木，俱能出火。啊，如果从烧火来讲，那这两个是没有差别的，就是火就是它的德性啊，那么都能够出火啊，那么你拿来烧都可以取暖啊，那么你只是要修福报的。你从有德的人得福报啊，所以你不应分别他的种姓啊，种姓的高跟低。那么印度人比较讨厌依然，那喜欢旃檀，因为旃檀有香味啊。但是你不是要闻那个香，你是要取那个暖，要烧那个饭啊。所以他说啊，聚能出火，热与光明啊，他有热有光明。你黑暗，你点那个，你要取暖的，取暖的，那么他。你是要修福报的，你干嘛一定要旃檀木才能取暖？不是啊？那你福报是从有德中来，不是从高贵种姓中来啊？你虽然高贵种姓，但是你没有德行，你也不能从他得福报啊！啊，所以热与光明，他讲这个 啊，所以无有别异啊，这没有差啊。这举依然跟。依然跟旃檀，他是这么举的啊，无有别异啊。所以你只是，如果你只是要得福报，那么你要供养有德者，你不管他是男的是女的，年纪大年纪小，长得好看长得不好看，是高贵种姓的，是卑贱种姓的，那个都没有差，那个都没有差。年纪大跟年纪小，新出家还是久出家啊？那么这个是上座还是新学？重点是他有德。不是在他的年纪，不是在他的性别，也不一定啊。男众供养男众福报就比较大，女众福报就比较小，不是啊。那么是看他的德行啊。那么跟性别没关系，跟种姓没关系，跟年龄没关系，跟他的出身没关系啊，跟他的爸爸妈妈是谁啊都没有关系，就跟他有德行没德行有关系啊。最主要是这样。那这里也在引用这个，所以。他如果讲讲这个依然旃檀啊，他是在说明这个的时候啊，大庄严经也有啊，他这里也有啊，一样。他说，譬如大丛林啊，旃檗啊，就旃檀杂依然，众树虽参差，与林则不异。那这个是从他的年纪来说。你不要分别他的年长跟年幼，是上座是新学，是新出家是久出家，
你也不要分别啊，这居士供养你也不要分别啊，它是高贵种性跟低下种性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叫你不要起分别心，那就像你在分别旃檀跟依然一样，但是这里不一样，这里的是说旃檀旃檀为之，依然依然为之，讲的是这个啊，讲的是这个啊，所以我们这底下稍微要给他注解一下，不然啊，你可能会误解错误啊，这是这个不是这样的说法。好，那另外啊，另外讲到这个，又讲到啊，讲到这个，我们就顺带讲啊，讲到众生常以戒惧。啊，就依然依然旃檀为之这个啊，就依然依然为之旃檀旃檀为之啊啊，比如说旃檀自为丛林，依然依然自相围绕。好，那么这里说到啊，说到这个杂含四四九经，四四七经，从四四七是四四六、四四七、四四八、四十九啊，它基本上都是这样啊。我们看杂含四四七经，杂含。四四七经啊，我们就顺带来看啊，这个是同样的概念。他说：“众生常以戒惧，以戒合合，就是同类的人会相吸引，会聚在一起。赌博的就有赌博的朋友，喝酒有喝酒的朋友啊。那么这个诈骗的有诈骗的同伙啊，那么布施有布施的同伙啊，基本上是这样啊。喜欢听经的。”啊，喜欢参加法会的啊，喜欢奉拜的啊，喜欢跳舞的，喜欢唱歌的啊，那么种种啊，基本上都一群一群啊，方以类聚，物与群分啊，讲这个。那么，所以你多在哪边造业，你就跟哪些因缘熟，哪些因缘熟就互相影响。他讲这个东西啊，我们来看，他说众生常以戒惧。同类相聚啊，戒惧啊，那么为众生不善心生死不善心生死与不善戒惧那么善心时就以善戒惧啊，后面是一样的啊，这个好像水不太一样啊，善心时善心就以善戒惧。这个是不善戒，这个是善戒。那这个比心时以比心戒惧，不好的啊，不殊胜的啊，殊胜的圣心以圣心戒惧啊，圣戒啊，就比较好的。啊，所以此心此业此缘啊，啊，就互相影响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啊，那么比个例来讲啊，他有几个例来讲啊。他说，好，我们就把这个插起来了啊，大家知道就好。啊，这个是同样的概念哦啊。他说像啊，他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他说这个。这个乔成儒以众多比丘一见处惊醒，像我们刚才讲的啊，这个那个是护持啊，梵天王啊，那么持伞盖啊，跟着乔成儒啊，随等啊，就类似像这样啊。那这里说的是第一个乔成儒啊，那么乔成儒常与众多比丘一见处惊醒啊，那前面说乔成儒在惊醒的时候，那个。这个梵天王啊，拿着伞盖啊，跟着他后面啊。乔成儒与众多比丘
近处惊醒啊，你可以跟刚才那个慈伞盖啊，那梵天慈伞盖跟着乔真如后面惊醒啊，那么可以把它对照一起看啊。那他说，乔真如与众多比丘近处惊醒。那跟着乔真如的都是什么呢？都是一样是上座，一切皆是上座多闻啊，一切皆是。啊，上座多闻，上座啊，就是同一起出家的啊，或是出家都很久的啊，这些上座啊，那么上座多闻啊，因为他出家久，常常听闻佛法啊，所以他一定是多闻。那么多闻的大德，出家已久，具修梵恨啊，出家一切都是这样啊，出家已久。啊，所以叫做上座嘛，啊，因为乔真如是最早出家的五比丘之一啊，啊，那么具修梵恨，就是在乔真如旁边跟乔真如一起的，都是这一类的人，同类的人，啊，然后第二个啊一样啊，他就开始一个一个大迦摄的，那么大迦摄精行跟大迦摄一起精行，围绕在大迦摄旁边精行的，都是少欲之足，妥妥苦行，不系于语，啊，都是少欲之足，啊，因为他有这种跟同类的人会在一起，啊，少欲之足，妥妥苦行，喜欢妥妥行的，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选择，就是我们到底现在要跟谁在一起？要跟三宝在一起，还是跟外道在一起？啊，妥妥苦行。那么这个不系于语，因为久了就会互相影响啊。啊，不系于语就是不会积蓄啊。那么其他的很多的东西啊，妥妥苦行是这样的。啊，好，那么这个第三个是舍利佛啊，那跟在舍利佛身边的都是种辩才的啊。这中间都一样啊，一切皆是什么什么什么啊，一切就是什么大智辩才。啊，那跟在目犍连的呢啊，都是神通大力的。啊，像莲花社跟着目犍连，那么他也是神通第一啊，神通大力。那么另外啊，跟着阿那律的啊，阿那律是天眼第一啊，都是天眼明彻的那么因为他本来没有天眼，但跟着阿那律旁边，他都是天眼第一啊，所以他的天眼就很强。那么他本来也没有大智辩才，跟在舍利佛身边久了就成大智辩才。他本来没有神通大力，但是跟在目犍连身边久了就成神通大力，其实是这样子的啊。所以那个缘也很重要啊。那所以他都是天眼明彻啊，讲这个。所以旃檀围绕啊，也类似像这样。那跟在二十亿耳旁边的啊，你看，所以你跟哪一个都没有关系啊，但是都是佛法里面，它都是功德具足，但是它特别哪一方面特别强，那你跟到外道了啊，跟到那一些邪见的了，那你就麻烦了啊。你久了也邪见，本来正见哦，本来正见，久了也邪见啊。这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室，久而不闻其臭。你不知道，你就自然带着一种邪见，带着一种颠倒见，你不知道的。可是别人就好像你去鱼市场坐久了，你出来人家就闻到鱼味，可是你自己闻不到你自己闻不到啊。你常常点香拜佛，你出来身上有染香人，那么染香味，那你自己没闻到，但是别人就觉得你身上有香味啊。那你的行为基本上你都在追求感应，那你自然而然讲的话就带一点点那种神神鬼鬼的，
那么 你都在佛法中，要跟佛法相应，你讲的话自然而然就跟佛法相应的，啊，跟鬼神感应还是跟佛法相应，你讲话自然而然会透露出来的，你就是有那一种，有那一种味道在。所以你看看常常接近鬼神的，有时候一看，这个常常接近鬼神，那一样的，那你那个走灵山的，那个走灵通的，你一看，你讲几句话就知道他这个里面跟鬼神相应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哦，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到底是跟什么在一起，在修学些什么？好，那你看哦，跟二十一耳的，跟二十一耳的都是勇猛精进。二十一耳是精进第一，他自己说，在佛弟子里面，我要算精进，我算是排得上的啦啊。二十一耳，勇猛精进，专勤修行，啊，都是勇猛精进的，专勤修行的，因为会互相感染啊，会互相感染，互相影响。盆身麻中不服自止，白沙在念与之俱黑啊，那么也是这样。像我们如果好于听法，那么就会跟许多好于听法的在一起啊，勇猛精进，那么这个专勤修行，这个都是他们的特点啊。但是他们不是只有这个特点，是这个很多优点里面有这个特点啊。像舍利弗也有神通啊，舍利弗也有天眼啊。啊，舍利弗也少欲知足啊，啊，但是就特点不太一样啊，啊，那第七个陀票，啊，就我们把他的塔影的也稍微写一下啊，陀票，陀票又叫做陀票罗啊，这个我们比较少见啊，但是他就是库陀啦，他其实是僧团里面的库陀，他证阿罗汉哦，但是他虽然证阿罗汉，但是他做大众的库陀，他要分发卧具啦、医药啦啊，但是他还是在蛮忙的。但是他很乐于，他是阿罗汉哦，很乐于为大众服务，真的啊，这个也不了不起，很会修福报为大众服务啊。有时候叫做陀票陀票罗啊，他陀票能为大众修供具啊。那陀票旁边的也是这些人，就是喜欢修福报，即使他已经证阿罗汉了，他还是很乐于为这一些新学的比丘啊。安排房子啊，安排房舍啊，新来的比丘哦，你住哪间哪一间哦，然后你走了啊，这一间又给谁啊？他安排这一些，因为很多啊，啊，然后他要有人安排啊，然后发供具，然后回来的时候要收回来或怎么样啊？那这个其实也蛮忙的，其实就是库头啦，总务啦啊。那么能为大众啊，那做这个会比较累啊，那这个戏真的是要发心啊，这阿罗汉还做啊，你看能为大众修供具者，啊，他可以去打坐得宪法乐住啊，没有，啊，他就是啊忙这些忙那一些啊，让大家可以好好修行。哎呀，这一只虫有没有踏到？好，然后第八个啊，那么是优婆里啊，他总共写十三个。啊，我们就不写那么多了啊。那优波里，我们用讲的就好了哈。优波里就是通达律行的，富罗那啊，辩才善说法的。那迦旃衍分别诸法义的啊。那么阿难多闻总持的，罗诃罗善持律行的，最后一个提婆达多啊，第十三个提婆达多啊。那你看啊，这啊第十三个啊，这大家如果有兴趣就自己去看一下啊。那如果是提婆达多是怎么样呢？也是。习众恶行的，啊，就又依然了 啊依然为之。提婆达多有一群人跟着他，也有一群人跟着他。像提婆达多堕地狱，另外他的两个，一个是瞿迦里，啊，那么他们也是堕地狱，他毁谤舍利弗，啊，那么提婆达多旁边也是跟着很多人啊，啊，那么这个像阿哲斯王亲近提婆达多，所以受提婆达多影响。就把他的父王关起来啊，害死他的父王。那提婆达多要害佛啊啊！提婆达多都是什么习众恶行？啊，那这个其实就是啊，也跟我们刚才讲啊，这个旃然旃檀旃檀为之，旃檀旃檀为之啊，依然依然为之，哈、啊，那有关系。那有些阿罗汉的弟子也没那么好。啊，像
像这个佛，提婆达多也是佛的弟子啊，啊，但是他不听佛的教导啊，佛讲他不听啊，佛讲他不听啊，所以就变成什么啊？旃檀林中出了依兰木，就变成这样了 啊。所以这个我们稍微啊，那、就是看到这里了啊，看到这里，然后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啊。所以啊，他后面就讲啊，佛大众围绕啊，那么这个须弥山王有后面旁边有十宝山啊，白象相王有白象相围绕啊，狮子王啊有狮子众围绕。啊，那么一样啊，这佛弟子无上福田都是这些阿罗汉围绕共住啊，所以必须啊，佛说法的时候旁边都有阿罗汉啊，那这个是所谓的啊，就是我们稍微就是把这个有特别是因为他这里南摩德的解释啊有一点点错误啊，所以我们稍微要把它更正过来啊，其实他说的是啊，就是《无苦章句经》里面的啊，那么。旃檀围绕，好，那今天啊就讲到这里啊，后面就讲，后面再继续啊，讲到这个阿难在学地这个，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好，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